另外消息，台铁呢今天上午9:26在内湾线上元到竹中车站之间是发生了火车擦撞行人的意外。这名种菜的58岁老妇人疑似是误闯轨道，没有注意到火车。虽然当时驾驶呢是有鸣笛警示，还是发生了擦撞的意外。老妇人髋关节骨折，不过呢意识清楚，已经送往医院治疗。而这起事件呢，总计是影响了2班列车延误，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行驶。